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买房至地必知》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绿色建筑、可持续设计如何提升房产价值；二、社区文化、邻里关系对房产价值的影响；三、房产市场周期如何把握买卖时机。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绿色建筑、可持续设计如何提升房产价值。 当然可以，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探讨绿色建筑这个话题。首先，什么是绿色建筑？简单来说，就是那些不仅让你住的舒适，还能让地球妈妈微笑的房子。想象一下，如果房子会说话，它可能会说：“我不仅能让你享受阳光，还能帮你省下水电费，顺便拯救一下地球。”绿色建筑的价值提升：一、节能减排，钱包更鼓。 绿色建筑通常采用高效的能源系统，比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高效的隔热材料。这意味着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你的电费账单可能会让你笑得合不拢嘴。想象一下，你的朋友们在讨论如何省钱时，你可以自豪地说，我只需晒晒太阳就能省下大把钞票。二、健康生活，心情愉悦。绿色建筑注重室内空气质量和自然采光。 研究表明，良好的室内环境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生产力。换句话说，住在绿色建筑里，你可能会比住在普通房子里更快乐，甚至能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出色。谁知道呢？也许你会因此获得升职加薪，成为办公室的绿色英雄。三、市场需求，房价上涨。随着人们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关注增加，绿色建筑的市场需求也在上升。 买家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环保的房产。想象一下，当你准备出售你的绿色房子时，潜在买家们像是看到了一块美味的蛋糕，争先恐后的想要抢购。你的房子不仅能卖个好价钱，还能让你在朋友圈中成为环保达人。有趣的故事，让我给你讲一个关于绿色建筑的故事。几年前，我有一个学生，他的父母在城市里建了一座绿色房子。 房子里有一个巨大的雨水收集系统和一个小型的风力发电机。每当有朋友来他们家做客时，他的父母总是自豪地展示这些环保设施。有一天，他的朋友们来家里聚会，看到风力发电机后，纷纷问：“这东西真的能发电吗？”他父亲笑着说：“当然可以，不过前提是你们得多吃点披萨，才能让风力发电机转得更快。”大家都笑了。 结果那晚，他们吃了比平时多三倍的披萨，风力发电机也在努力工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绿色建筑不仅能提升房产价值，还能为家庭带来欢乐和笑声。毕竟，环保的同时，生活也要有趣，不是吗？结论：总之，绿色建筑不仅是对环境的负责，更是对未来的投资。它们能提升房产价值，带来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下次当你看到一座绿色建筑时，记得给他一个微笑，因为它不仅在为地球做贡献，也在为你的钱包和幸福感加分。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社区文化、邻里关系对房产价值的影响。当然可以，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探讨社区文化、邻里关系对房产价值的影响。 首先，想象一下，你住在一个社区，周围的邻居们就像是老友记里的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故事。你有那个总是带着自制饼干的邻居，另一个则是热衷于在周末举办烧烤派对的派对王。这样的社区氛围，不仅让你每天都能享受到邻里之间的温暖，还能让你的房产价值如同气球般不断上涨。研究表明，良好的邻里关系可以显著提升房产的价值。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愿意为一个友好的社区支付更多的价格。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一个充满友善和互助的环境中生活，谁会愿意搬走呢？相反，如果你的邻居是那种每天都在阳台上大声争吵的邻居大妈，那么你的房子就像是被贴上了请勿靠近的标签。有趣的是，邻里关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房产的市场价值上，还体现在房主的心理感受上。研究发现。 住在友好的社区里的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普遍较高。换句话说，良好的邻里关系不仅能让你的房子升值，还能让你每天都像是在过节一样快乐。当然，社区文化的影响也有一些反向效果。比如，想象一下一个社区里有一个社区守卫，他每天都在巡逻，确保每个人都遵守草坪高度不得超过三寸的规定。这样的社区虽然房产价值可能会保持稳定。 但谁会愿意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呢？所以，适度的自由和适当的规矩才是社区文化的最佳配方。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小镇，镇上的人们都非常友好，大家互相帮助，甚至在每年的感恩节时会一起举办盛大的聚餐。结果，这个小镇的房产价值逐年攀升，吸引了很多外来者。后来， 镇上的人们决定在每年的聚餐上增加一个最友好邻居奖，以鼓励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的邻里关系。这个奖项不仅让邻里关系更加紧密，还让房产价值如同火箭般飞升。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记住，在寻找房产时，不仅要看房子的外观和价格，更要关注周围的邻里关系。毕竟，良好的社区文化就像是房产的隐形增值剂，让你的投资更加值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房产市场周期，如何把握买卖时机。房产市场周期就像一场华丽的舞会，时而热烈，时而冷清，时而让人心潮澎湃，时而让人心如死灰。作为一位教授，我常常把这个复杂的市场比作一位优雅的舞者，时而旋转，时而停顿，时而向前迈进，时而后退。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揭开这位舞者的神秘面纱。 教你如何在这场舞会上把握买卖时机。房产市场周期的四个阶段：一、复苏期，就像舞会刚开始时，大家都在热身，气氛逐渐升温，房价开始缓慢回升，买家信心增强，市场活跃。此时，聪明的买家会趁机入场，像是抓住了舞会的第一支舞。二、繁荣期，这时舞会进入高潮，大家都在尽情享受。 房价飞涨，买家争相抢购，市场如火如荼。此时，卖家可以趁机高价出售，像是舞会中的明星，吸引所有的目光。三衰退期，舞会开始降温，大家的热情逐渐消退，房价开始下跌，买家变得谨慎，市场逐渐冷清。此时，聪明的买家可能会选择观望，等待更好的时机，就像在舞池中寻找合适的搭档。四萧条期，舞会结束。 大家纷纷离场，市场陷入低迷，房价大幅下跌，买家和卖家都变得谨慎。此时虽然市场看似一片萧条，但对于有远见的投资者来说，正是捡漏的好时机。如何把握买卖时机？一、关注经济指标，就像舞会的 DJ，经济指标会影响市场的节奏，失业率、利率、通货膨胀等数据都能帮助你判断市场的走向。二、观察市场情绪。 市场情绪就像舞者的心情，时而高涨，时而低落。通过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等渠道了解人们对房产市场的看法，可以帮助你把握买卖时机。三、了解当地市场，每个舞会都有自己的特色，房产市场也是如此。了解你所在地区的房产供需情况、价格走势等信息，可以帮助你做出明智的决策。四、保持灵活性，在舞会上，灵活的舞者总能找到合适的搭档。 房产市场瞬息万变，保持灵活性，及时调整策略，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在房产市场繁荣期买下了一套公寓，结果在繁荣期的顶峰时，他的朋友们都在劝他卖掉，赚个盆满钵满。然而他却选择了继续持有，认为房价还会继续上涨。结果没过多久，市场进入了衰退期，房价开始下跌，他的朋友们都在嘲笑他。 称他为房产市场的舞蹈失误者，但他并没有气馁，反而在萧条期时以超低的价格买入了几套房产，最终在市场复苏时大赚一笔，成为了房产市场的舞蹈大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房产市场周期就像一场舞会，掌握节奏，灵活应对，才能在这场舞会上尽情翩翩起舞，收获丰厚的回报。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几个与房产相关的话题，包括绿色建筑、社区文化和房产市场周期。这些话题不仅能让你的房产升值，还能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甚至增添一些幽默感。总结一下：一、绿色建筑，它们不仅环保，还能节省你的钱，提升幸福感和房产价值。想象一下，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你的电费账单像是被清理的一干二净，钱包鼓鼓的，心情也随之飞扬。二、社区文化良好的邻里关系是房产价值的隐形增值剂，它不仅让你的生活更快乐，还能让你的房子更具吸引力。毕竟，谁会不想住在一个像老友记一样的地方呢？三、房产市场周期，掌握市场的节奏，灵活应对，才能在这场华丽的舞会上尽情翩翩起舞。就像那位舞蹈大师。 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明智的投资。那么，亲爱的观众们，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想法呢？你们是否也有过关于绿色建筑、邻里关系或房市周期的有趣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提问，我们一起来讨论。毕竟，知识的碰撞往往能激发出更多有趣的火花。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 turn the lights on screen was the latest scene just you and me laughing disagree on the couch we the oh.